这次集合点位了吧？平时都是自己一个人在海底，好紧张啊！也不知道都有谁。啊，那个是南昌舰，他太酷了，好想上去打招呼啊！哇，真是大咖云集啊！是南昌舰啊！上次面对外军挑衅，你强有力的回击，太棒了！可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！可别说笑了。 您可是前辈，这些年多次完成亚丁湾护航任务，不知安全护送了多少艘船只？还好吧，还是林毅舰厉害。也门撤侨时，他的舰舷悬挂着“祖国派军舰接亲人们回家”的横幅，让经受战火煎熬的人们倍感温暖。那只是一个缩影，无论身处何地，我都会把同胞们接回来，因为伟大祖国永远守护着海外同胞的安全和利益。 大家处得这么好，好羡慕啊！哎，还有人没到吧？还没见到何潜艇呢，他可神秘了。以你深海的何潜艇才是真正的威慑。何潜艇，快出来吧！我知道你早知道了。嗨，大家好，大伙儿都到了哈。哦，对了，这个配置，人都到齐了吧？啊，小平顶也来了。看来大家都准备好了，集合，小目的地进发。兄弟们，冲啊！